各位视频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梦丽呢，在这边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啊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再过几个小时呢，我们就要迎接2023年兔年的来临哦。那梦丽啊，在2022年一整年呢，录制了我们陈燕营养免疫学的所有的短视频，希望说大家如果有滑到看到的时候啊，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。那2023年呢，是美好的一年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梦丽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。因为呢，陈燕的营养免疫学真的可以实现人类健康长寿的一个梦想。那我们每天呢要吃对营养，然后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呐，然后要好好的爱自己因为像我这一辈的女性啊，其实也都蛮辛苦的。那小孩子现在都大了，是不是要好好的爱自己一下呢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，才能够让我们的家人放心。那梦丽在此呢祝福所有的好朋友，所有视频的粉丝们然后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一定要健康快乐，然后平安，在此祝福你们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